is.二郎，停车！哎，二郎，此去有要事，你莫要胡闹。二郎，我从申妃的话里也能猜得出，二郎到底要去做什么。退里断我也能行，我是真心想帮二郎。申妃，去前面到驿站给亲娘叫车。二郎，二郎，这天色不早了，要么我带上亲娘一起吧。你若是担心，就与亲娘一同回神都，我自己去叫车。 哎，亲娘，哎呀，申妃，亲娘，前面走几步啊，就是驿站了，亲娘快回去吧，啊！申妃，连山到底怎么了？我为什么不能去？没怎么样，只是路途遥远啊，颠簸，怕亲娘身体吃不消啊。哎，亲娘，哎，我若跟你说实话，你答应我，你便回去，可否？嗯。这连山啊，它本是官府之地，若贸然闯入。 只怕是有去无回。有去无回，亲娘放心，不会出什么事的，有我在。啊，那我先回了。好，你们路上小心。好。哟。 起风了，有些冷，恐怕是要下雨啊。这天色也不早，依亲娘的性子，恐怕也不会老老实实的回神都。这要是转到去了别处，那可麻烦了。